今天是李姐，明天是王姐的生日，所以呢，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日子里，我订了两个蛋糕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一看，这个是四蛋的，有四个蛋啊，可爱哦，有雏菊，有四个蛋，然后这边是王姐的，王姐的失败了，我好难过呀。你看王，一个瘦头，豹纹，因为王姐很喜欢穿豹纹啊，虽然皮肤很黑，我也不懂为什么，然后就订了一个跟她肤色一样的蛋糕，然后我就希望这个寿桃可以大一点，就是寿桃上面有一个王，结果可能那个做蛋糕的人呢理解错我的意思，结果旁边一个那么可爱的寿桃，一个粉色的王， oh no， 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怎么说呢，那个寿桃真的太小了，我想象中的寿桃就是那种很大很大的一个那个寿桃。好了，别的也不说了，我现在录完节目我要去找孟佳，因为孟佳也在长沙，今天是26号四蛋的生日，所以呢我先和孟佳去四蛋的房间给他一个惊喜，然后到了12点的时候再去王姐的房间给王姐一个惊喜。孟佳说，天哪，我们在跑场子吗？太累喽，跑商演，真的跑商演，一个晚上赶两个场子，还是自费商演、哦、真的。所以孟佳我来了，哎，这么快？我弄完蛋糕完了之后呀、啊，我一会儿啊，我还得过去对本子。我12点结束之后，我还得过去对本子。你为什么？你怎么那么矮啊？赶紧垫起脚来。站一起，比一下。哈哈哈！赶紧看一下，我觉得他理解错我的意思了。我要土，但是他弄的是很时髦的那种。你能自带那种土？不，很可爱的。但王姐那我本来想要弄土的。哇，可爱不？哇，四个蛋。哇，可以吗？真蛋也大吗？不是假的。他们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能不能放真蛋？我说放真蛋会塌。那就先给，咱先去四蛋那里。那这样哈，我们待会儿到他那里，我就把这个砸在他脸上，我就跑。哇，可以。大家看，哇。也是，我这个毕竟有点好吃，对，是好吃的。把这个花砸了，这样好不好？砸头晕，砸晕。快看，看，看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！哦、漂亮天哪，好满意哦！哇，好美！快快，我的手机呢？哇、哦，太可爱了！我的天哪！你好厉害哦！可是我觉得这个蕾丝不太顺眼。点上蕾丝啊！哎，这其实适合的，因为它就是那种少女嘛。那怎么了？是啊，真的好有趣、啊！你不觉得好可爱吗？真的很可爱，四颗蛋，我喜欢哎。没有他今天在直播的时候一直在说，他要当你的伴娘。12点录节目哦，我就是过来给你们过生日，感人不感人？真的，真的。
还要去对本呢。嗯，那太感恩你了，谢谢。来，你看你今天样子长胡子了。而且没有，最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最好笑的是没有换。哎，最好笑的是什么？李斯在这换衣服，我俩一脚穿了进去，就听到李斯一声惨叫。哇，长胡子了！哇，李斯果然成熟了，过生日完了就一瞬间都长胡子了，真是个成熟的好孩子。薅我头发是不是？我斑秃还不就是因为你？让你在那儿弄我，妈妈可不可爱？我觉得好可爱的，是挺可爱的。嗯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刚刚是毫不留意。要不要吃点蛋糕啊？给你吃点蛋糕。真的有这个好吃啊？你这个好可爱啊，你快，你们都拍照片发朋友圈。好可爱。我就特地让他们，我特地让他们弄了四个蛋，然后画的表情。对，一定要画开心可爱的表情。你看我们是、啊、我们就是很细心的人。我说等你结束就行。那他没有啊？他没有想。他刚刚你这你刚刚。你看你藏得很好，我跟他说，哎，那什么时候存钱了呀？过来，我真的以为他不知道，他跟我说你在隔壁，让我过来。啊，然后我就没有办法不得不过来上班。谁啊谁啊？你不是电货吗？这是金牛座，我真是服了，你买不起哦，他都买不起。哎呀，哇，这个简直是良心啊！你真的是接那么多活是吧？那么代言买衣服买不起吗？啊，抠门啊啊！把那个表卖了买了。哎，我想知道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做的啊？这个什么东西？吃一口吗？嗯，泥巴。哎，这是那种哎，真的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一个拿一个蛋好吗？好像是能吃的。不，我觉得像那个，看那个饭团蛋糕那个。三二。谢谢，好可爱哟！还在那舔脑袋，我就想问是不是可以吃的？哇，没必要吧？没有必要吧？嗨天了，翻糖，是可以吃的吗？嗯，像口香糖一样。嗯。就我还在试衣服，你知道吗？我还在试衣服，真的这尖叫那声把我都吓到了。真的亏你了，突然啪了啊！哇，是你俩！你刚才唱戏吗？好夸张！觉得你们俩今天特别的漂亮、美丽、大方、倾国倾城，方方面面，真真假假，海外神经病，他就等你啊！王姐的图图。但是我本来想要一个那个寿桃很大，然后那个黄色那个寿桃，为什么不是呢？他理解错了，他弄得很洋气，我很失望。好，就这么改吧。好，你这手做什么？你双手拿着，你别动，耍耍。这工作错了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在屌丝吗？太凶了。好吵啊你们！锤锤电，电电电！哇哦！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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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！就是。买了，我还买了。
Happy birthday！ 对，就我们俩。来，我写歌都写。嗯，我还写，写的很纠结。认真。最后一个说出来。许了一个星期的。最后一个，希望我们大王他们有个团。哦。拍照，拍照时刻啊！三二，好，耶！哦，哎，对对对，专业专业，拍照，来，耶，完了，被你们闪爆了，被你们美爆了，再来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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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感觉跟王姐拍照，我真的要蹲很低哎。哈哈哈哈哈！想不想着那个嘟嘴小声？口水都在里面的滋滋滋的声音。王姐，我们就是弄了一个很符合你的这个肤色的这个蛋糕，但这个也是豹纹哎，豹纹，不是豹纹哎，对，我们想的是，所以我今天穿豹纹的时候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他今天穿了个豹纹，然后巨大的尖的一个袖子，哎呦，他走了，走了就说，我说，哎呦，你穿豹纹，豹纹，然后我就走了。哦，怪不得你在那里，我在那里原来是这个蛋糕的原因。太有人气了吧？啊。哦，也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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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五六年没有被蛋糕这样捂脸上了，所以就叫捂脸上。没有他那个，你来来来，你什么鬼？你是这样的？哎，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是过的，对呀，寿星啊。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他们两个是很好吃，知道吧？刚刚是刚刚，我们今天晚上跑了上半场搞我，上半场他过生日，下半场是你过生日，上半场你已经很好了，上半场不是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这样这样。抓了一把，不是，等一下是素颜是吗？对，你知道刚巨恐怖，觉得自己脸被打了一样的那种。没有蛋糕面膜挺好的，要不再来一个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开心的，开心的，这个好吃，怎么样？是啊，小蛋糕，我现在来把这个王给我吃掉啊！好吃，好吃，乌冬海是南方的。李三，你为什么那么纯正的北京话？乌冬海是湖南的。非常献给太后的，你知道吗？纪念的感觉。他今天说给你准备那个豹纹，我说我是应该准备一杯咖啡。哇，你真的傻！我跟你讲，你要往身上撒，你今天我就扒光你衣服给你穿。干嘛这么忙去 ？Happy！ 这是难得我们四个真爱，真的是难得，难得。太难得了 ，amber 也想要去你生日快乐。你问他，我真的很少过生日，为什么？因为年纪太大了。因为我觉得很麻烦，大家。我也是，我觉得你要留恋了吗，王姐？我也是这样的，历史禁忌之后，他知道了，很少过生日。他就一般我很多生日他组局了。对，大家都是说这些点吗？是啊，你的寿星酱我们怎么吃完？有点好吃。那我们再说说好来吃吧。这个豹纹真的还挺好看，好看噻！我特地选了一个适合你的肤色。嗯，你还管再讲这件事情啊？放下，放下，来来，我今天特地打了最白的粉底色，好。真的吗？没事，你有穿我那件衣服，我刚借那衣服，这么搞笑啊？那个绿色那个，我也借了，我也借了，洗都洗不掉，要买了，要买了，要买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了，你们各自回家吧。好的，就这样了。不是那个吗？大红包啊？什么 ？Berry，Berry， 这是什么梗啊？就很发财啊！发财呀、啊！发财来！没想到他说出了真理，三年让我尴尬的要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在思考，本来说今天给你那个蛋糕到底做什么，然后突然就是灵光闪现，说你前段时间做直播的时候许下的愿望，希望自己很有钱，然后就说那给你做一个钱，还是不行，做不下来。做不下来，很好，这个很省事的。给太后的纪念，就是祝这种长寿的。我并没有许长寿的愿望。太后嘛，要尊老爱幼。要不是东海，不是东海，祝你来了。